你们早啊！哎，拉，哎，大宝，叔叔早，高排长，你们去水电站呢？是啊。高排长，水电站什么时候发电呢？泼水节。到时候，寨子里真的家家都有夜明珠吗？当然了，比夜明珠还亮呢。哎呀，真的，那该多好啊！再见了，孩子们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军叔叔，再见。波杰爷爷，波杰爷爷，哪儿去啊？给解放军同志张工棚去。你们这是？给您送水。给您送水呀。哦，学雷锋呢、啊，好娃娃。可今天我的水缸已经装满了。满了？这么早，谁挑的？是咱们的亲人，解放军呢、啊。解放军？啊，解放军。做的好事，像天上的星星，数也数不完。咱们也得学习雷锋，做好事啊。那做啥好事呢？有了，啥？来。是个秘密。哼，还跟咱们保密呢。Thank you.
鹅蛋，不是鹅蛋，是野鸭蛋。哎，野鸭子蛋哪有那么大呀？野鸭子大，蛋就大呗。嗯，不信，打赌。哎，别争了。哦，咱们把蛋送给大军叔叔吃。好是好，可蛋才两只啊。那，嘿，有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一波家里不是有只抱窝鸡吗？是是。那咱们就孵蛋。哦，孵蛋，孵蛋。好，咱们走。一波姐姐，你答应吧。哼，不跟我保密了。不，不不不，对你不保密。等孵出小鸭子，长大再生蛋。哎，生好多好多蛋，给大军吃。给大军做好事，我参加。好极了。哦，孵小鸭子喽，走吧。好好孵啊。给我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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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。黑母鸡真自私，这蛋特别大，孵二十天时间不够吧？那怎么办呢？接着再孵，还要找抱窝鸡，盖子里没了，到哪儿去找呢？哎，听妈妈说外婆家的白母鸡要抱窝了，就是路太远。我去。哎啦！高排长，波杰爷爷。哎，哎啦，军马棚里的马草是你们送的吧？马草？什么马草啊？哎，菠萝香万里，好事瞒不住嘛。人家高排长早就知道了。是啊，您不是常说要当大松树得学解放军吗？嘿，瞧这娃娃还蛮有理呢。真是一棵好苗苗啊。是啊，娃娃们学雷锋呢，是解放军把珍珠撒进孩子们的心里了。
品出来呀。是啊，这蛋真难孵。真急人，小鸭子一定睡懒觉了是吧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要是小鸭子，早就使劲使劲钻出来了。净说些傻话。一波，咱们割草去。哎，大鹏，你留下看着。是。小鸭子，我抓一大筐小虫子给你吃。像小鸭子，也不像小鹅，那是个啥？这是两只小孔雀呀！啊，是孔雀！两只小孔雀，小孔雀。见到孔雀啊，咱傣家人眼睛更加明亮。我知道，妈妈说过，孔雀是幸福鸟，幸福鸟。听奶奶说，孔雀是傣家人心上顶顶珍贵的鸟。是啊是啊，提起孔雀，咱傣家可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啊。爷爷，那您就给我们说说吧。爷爷，给我们说一个吧，说一个吧。好，爷爷就给你们说一个孔雀的故事吧。孩子们，这是什么？孔雀的羽毛。是啊，在20多年前，我的小女儿玉香汉也养过一只孔雀。在那眼泪往心窝里淌的苦日子里，我们多么盼望孔雀能带来幸福啊。
土司老爷看中了这只孔雀，说什么穷人不配养孔雀，硬要拿它去抵租。孔雀终于飞来了。是解放军砍断了咱傣家人身上的锁链，带来了幸福。在西双版纳的农奴靠毛主席共产党翻了身，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跟咱傣家人真是心贴着心呢。波景恩爷爷，我们要好好把小孔雀养大。对，到时候都快点跟叔叔。好，想得真好。毒蛇啊！
八尾大蛇呀！看看，好险啊！就是毒蛇真太可恶了。哎，那真行啊！哎，真是，幸亏他们及时赶到了。多美的孔雀呀！真好看，漂亮。孩子们是要送给解放军的，是吗？莫小看娃娃们金子一样的心呐。艾拉，你们说说看，为啥要把孔雀送给大军呢？你说吧，说吧，你说。阳光明亮的地方，花朵才能格外香。毛主席派来了解放军，咱傣家的幸福日子才能万年长。是啊，珍贵的孔雀送给解放军，最能表达咱傣家人的一片心。谁敢破坏军民团结，就让他像那条毒蛇一样的下场。